唱歌唱歌贺生日，古天乐吓到踎低。喂喂喂，唱下生日歌啫，唔使吓到九秒九踎低系嘛？不过又难怪嘅，相信古仔点都谂唔到嚟到巴黎都一样听到呢首生日歌啊！志源正喺巴黎赶拍新片《巴黎假期》嘅古天乐，适逢今个月21日就44岁生日，郭采洁就同成班剧组呢一日咪提前同佢庆祝咯。我都好开心嘅，每年生日都可以喺工作中都度过，咁我希望以后嘅生日都可以系喺工作中度过，可以同大家开开心心一齐庆祝我嘅生日。其实生日愿望嚟讲咧，呢样嘢系唔讲得嘅，讲咗就系唔靓嘅。咁神秘，会唔会系想郭采洁俾份生日礼物你先？你给一个礼物嘛，一个表示才可以。一个表示都在那个气里面还不够吗？我每天都在给他礼物，每天。